汽车火锅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杰爸，我是杰同学。今天我们来到是新竹市的迪卡侬。这家迪卡侬是今年的4月30号开幕。迪卡侬的外面有摆放可以让小朋友攀岩的地方。走吧。哇，是无人咖啡机耶。我选曼特宁好了。它一杯25元。我选择的是奶精少、无糖的咖啡，浓度帮我选浓的。对，这边，曼特宁拿铁无糖。哇，好强哦！那个杯就直接掉下来。这就是无人咖啡机的意思。处理中，要等一下。处理中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这个做法就是为了避免烫伤。好香哦！等它熄灭后就可以开启了。这边我告知你秒数，秒数停止之后就可以取了。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一杯特浓的咖啡就跑出来了。爸爸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的是奶茶吧？那没差、啊。有啊。25元一样。然后这个枣泥。一样秒数嘞，哎呦，8秒7。这个比较短。但它缺点没有冰的，好，可以去了。在咖啡座的旁边就是介绍迪卡侬的历史。迪同学，好不好喝？嗯，不错。它这边冷气也强。这一区是介绍露营帐篷用具以及椅子跟桌子。这个帐篷感觉就是蛮舒适的，你看杰同学在躺着吊床呢，还可以盖起来。这边是铝箔睡垫，而且才199元。这一区是保冷袋。这是帐篷区域。
这个是简易的蚊帐，在露营的时候晚上比较不会被蚊子咬。打气筒，你们消防员呢？五哥哥呢？开哥。哦，这样子。要到帐篷上面，跟大小。它有 USB 线呢。充电。充电式的。这个是大的，是比较大的。这个是中的。这是小的，这是小的跟挂。这个有电，它有三段式的，小灯灯，它最小，这个放到帐篷里面也不错啊，晚上睡觉了，多小，花色也很多，花色也很多，蛮漂亮的。这边是羽球区，一盒的羽球只要199元。这一区是衣服区，它是可以让你试穿哦。一样也是149元。基本上你来这里逛一趟啊，就可以把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跟服装都可以准备好。这边就是299的区域了，基本上这边的花色什么都有。爸爸，我去鞋鞋那里哦。石板路跟那个，有各类的鞋款，那都可以让你试穿试用哦。喜欢爬山的，迪卡侬也有卖登山装备。不过建议啊，你要先确认说自己的本身的需求在哪里，不然买了迪卡侬可能会发现它虽然便宜，但其实使用之后才发现装备并不符合你的需求。野战部队就要来这一区，野战部队或是想在这边野外观察或是想当兵的就要来这一区了。喜欢钓鱼的，这边也有钓鱼，也有他大鱼在用的钓竿哦。齐同学，你有喜欢的迷彩服吗？或是迷彩裤吗？你可买给我，我全都要。哦，那我要破产了。动物在里面呢，还有上面一层。背包不好不好定位。对，这比较你只要买大的，大的比较贵一点，就是四折。你买这个软的就来了，跟爸爸去丢了。玩具要丢。
这一区是冲浪区。连夹脚拖都有哦。我要去冲浪了。哎，你很爱耶，没事。我要潜水去了。很漂亮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。这个是防水袋，然后它有个实体的测试箱给你看。这区域是自行车，那它有分儿童车，然后滑板车。还有折叠车哦，好多种样式的折叠车，那价格都有标注哦，像有7000多块，也有8000多块。那这是它的相关的一个料件，那这是直排轮，吉隆学最喜欢直排轮了。还有好好玩的拳击区域哦。39，你准备买它便宜耶？那它套成了39啊？你个大阪市啊！来这边还可以遇到一些刚认识的朋友哦，轻轻的就好。老婆，老婆，我要买这一件。这区是撞球区域，射箭区，飞镖，走啦，我们准备去结账啦。这就是新竹迪卡侬，超大超好逛的。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啦，下回见，拜拜。